茄丝、青酱、蛤蜊、深海尾鱼、紫苏。目前有任何心动过吗？目前没有。好，那就是巴塞隆纳海鲜。意式。其实我自己以前就很喜欢到处乱吃乱跑，然后就是已经摸索了一阵子，所以会想要把一些服务还不错的店家介绍给视障朋友。因为比较不能够常出手，然后慢慢就做了，然后就发现了以前不觉得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，现在突然发现它都是障碍的。就是有一阵子，就是同学那个在聚餐的时候，就觉得说，为什么我不能进去？因为要自己去很多地方，然后就会特别感受到说，其实餐厅要买个饭啊，还是要进去吃个聚餐，其实都很困难。希望吧。好的餐厅，友善的餐厅，可能在公共空间上是友善的，那在服务态度上呢是非常好的。我们希望把这些餐厅呢都把它抓出来、发掘出来，我们要无障碍餐厅。如果你要出去坐车太远，对不对？前天晚上要记得充电，充电，电充饱了再出门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你需要出去了之后，第一个把它打开，灯如果一直亮，代表什么？还在找卫星，等到开始闪，就 Let's go。平常都会讲说什么，出了什么埔顶站，然后再右转，然后第三个红绿灯左转，然后什么之类的，很晕，对不对？有了这个就可以帮忙他。简单的说。你今天要拍好照片上传给人家看，你必须要有一些选择，那选择基本上一个专题，一个餐厅，大概10到15张。他其实一开头你要稍微有些基本资料，我觉得这个基本资料就是一个做的最好的一个范本。什么叫做推门？那么推门到底对于视障者来说那个问题在哪里？然后又我们不懂，我没有经验的就会不晓得。餐厅，然后我就可以跟同学聚在一起。我希望就是等我老的时候，反正每个人都会老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都会所有的餐厅都会变成无障碍。